下午好，Marvin，下午好，Tina。 我们现在唱一首你好歌，好不好？ Ready? Coco Melon! Lily,
你好，莉莉。你好，莉莉。你好，莉莉。很高兴见到你。下午好。下午好，莉莉。Okay, next one. Nicholas. 你好 ，Nicholas。你好 ，Jaden。你好 ，Mia。很高兴见到你。你好 ，Tyler。你好 ，Zara。你好 ，Minnie。很高兴见到你。你好，小妹。你好，小朋友。你好 ，everyone， 很高兴见到你。下午好 ，OK， 今天是星期几 ？What day is it today？ 今天是星期几 ？Mia， 星期五。星期五，谢谢。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几？今天是星期五。高高兴兴来听故事。今天是星期五，很棒，谢谢。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一只dog's colorful day. Can you see the dog? 小狗。小狗是什么颜色？小狗是什么颜色 ？OK， Nicholas， 小狗是什么颜色？黑色。哦，这里有一个小黑色的小圆点，它的身体是什么颜色？白色。白色，谢谢。OK， 它身上有几个小圆点 ？How many spots？ 它身上有几个小圆点？小梅，四个。有四个小圆点。两个。两个小圆点。咦，还有呢？哦，这个是鼻子。有一个小圆点，小圆点是什么颜色？黑色。色，它是一个黑色的小圆点。然后 one day he sit under the table during the breakfast time. 然后 what happened? 一瓶果酱。果酱是什么颜色？果酱是什么颜色？红色。一瓶红色的果酱不小心掉到了小狗的身上，小狗身上多了一个小圆点，红色的小圆点。现在有几个小圆点 ？How many spots? Show me your fingers.有两个小圆点，一二，两个小圆点。然后 after breakfast time， 早餐时间过之后，他就走到门的旁边，有一个人在刷油漆。Do you know the paint? Some blue paint job on his body.他又多了一个小圆点，蓝色的小圆点。现在有几个小圆点？三个小圆点。OK， 然后他继续走 ，walking， walking， walking， walking。他走，走到公园，然后他看见有一大片的草地。What's in the park? The grass. 一大片的草地，它在草地上面滚啊滚啊。Can you roll on the grass? 滚啊滚啊滚啊。然后它起来的时候，身上又多了一个小圆点。什么颜色的小圆点？
What color? 什么颜色 ？Lily， 什么颜色？什么颜色的小圆点？绿色。绿色的小圆点。对了，现在有几个小圆点？一、二、三、四，有四个小圆点。然后他继续在公园里面。Walking, walking, walking, walking. 他继续走，走啊走。有一个小男孩，他在吃巧克力，然后巧克力掉到了小狗的身上。One more drop. 这是巧克力，这是什么颜色？巧克力是什么颜色？咖啡色，咖啡色的小圆点。现在有几个小圆点？一、二、三、四、五，有五个小圆点。然后他继续走，他走啊走啊，突然有一只，有一只小蜜蜂，这是小蜜蜂。He dropped. What is he going to drop? He dropped a yellow pollen. 他把黄色的蜂蜜掉到了小狗的身上。小狗又多了一个小圆点。现在有几个小圆点？ Okay, Catherine, 现在有几个小圆点？一个小圆点。多少个？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小圆点。再数一下哦，一二三四五六，对，有六个小圆点。哦哦 ，and he keep walking， 他继续走，走啊走，走啊走。Someone is eating ice cream， 冰淇淋。他在吃冰淇淋，什么颜色的冰淇淋 ？What color？ 粉红色的冰淇淋，不小心掉到了小狗的身上，小狗身上又多了一个小圆点。现在有几个小圆点？现在有几个小圆点？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个小圆点，然后他继续走。What happened? He stepped into a muddy puddle. 他踩进了一个泥坑。他的脚又多了一个小圆点。这是什么颜色？ What color is that? 灰色。灰色的小圆点，现在一共有几个小圆点？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小圆点。然后他继续走，走啊走，走啊走。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him again.我不知道，他走走走走走走，走到有一盒橙汁 ，There's an orange juice on the floor。然后他踩到了橙汁的盒子上面 ，Oopsie！ 他的脚又多了一个小圆点，是橙汁溅到了他的小脚上面。现在他有几个小圆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有九个小圆点。Okay, it's time to go home. 现在他要回家咯。然后他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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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回家。跑回家的时候，他的主人，他的 owner， 他的小主人拿着一支什么颜色的笔？紫色的 marker， 紫色的颜色笔，不小心在他的身上画了一下。Oopsie，
他的身上又多了一个小圆点，现在有几个小圆点？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十个小圆点。然后他的主人看见他，You need to take a shower. 你要洗澡咯。OK, 现在我们要帮小狗洗澡。Ready? 洗澡。洗它的身体。洗它的脚。洗它的尾巴。洗它的脚。哦，又变回干净的小狗。现在小狗有多少个小圆点？小狗身上有几个小圆点？有一个小圆点，什么颜色？什么颜色的小圆点？ Lily? 嗯，黑色呀？ Black. 黑色。黑色的小圆点，谢谢。The end. Do you like the story? Say 再见，小狗，再见。这是小狗。现在我们要唱一首歌。Oh, we read the book first. 十个南瓜。This book is by Miss Anna. Okay.Let's sing the song. 一个，两个，三个南瓜，四个，五个，六个南瓜，七个，八个，九个南瓜，十个南瓜，做成 ，there's a surprise. What can we make with 10 pumpkin? 十个南瓜做成 pie. Make a pie. Who wants to eat?谁要吃？OK, Catherine 要吃。还有 Lily 要吃。还有小梅要吃。这是南瓜派。The end. OK, 现在 you want to do some exercise? Can you show me some movement? 走 ，walk， 走。走，还有跑步，跑步，跳 ，how to jump， 跳，跳，对了，还有停 ，stop， 停 ，breathe， 停，很棒，上面 up， down。上面还有下面 ，OK. Are you ready? We're going to do the song. Practice 一下，走，跑步，跳 ，OK. See what scholarships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走啊走啊走啊跳跳
现在我们再唱一首歌。Show me one finger.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空放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yeah! OK, 现在我们要唱 Goodbye song. 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 OK, 我们要唱再见歌。 Very fast. See you next time. 再见。Bye bye.